好哈喽大家晚安。我是邱丽玲，我来自屏东万峦。因为刚刚问了一下没有客家人，那待会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你就当哦那边有，好，好，那边有个客家人 ，OK， 好，听不懂没关系，你可以当法文歌听。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意思的话，待会这边会有投影，我有准备歌词。好，我其实今天来这里哈，很期待又很紧张，因为我这张专辑12月出了一张个人创作专辑，那是在台东录音的。那我这半年录音半年的时间，在这边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，包括就是铁花村的这些朋友，他们都非常棒。那谢谢。对，那好，我先不要讲太多，我们先来听歌好了。我先介绍一下我第一首歌，第一首歌就是要送给台东的朋友。那因为我当时来到这边，就是认识这群人，我觉得是重新回头看自己，因为我是客家人。可是当我来到一个跟我完全不同的文化之后，那些朋友原住民很多，你会重新回头看看自己，我是谁？对，然后我在这个地方，甚至有一度怀疑，就是因为其实我的工作跟我现在要在正在做的事情不是说冲突，但是我是小学老师，只是在想，我在教书的时候，我必须是框框，很多的限制。那可是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是打破那个框框，我在做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其实好几度觉得很疑惑，到底哪一个是自己？对，那就这首歌送给台东这片土地跟这些人，谢谢。
嘅蔬菜，爱好叫好难。黑呀嘅蔬菜，爱自由自在，一路黑爱，一路黑爱。是才莫亚路黑谢谢谢谢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爱爱，因为我来这里就是很多原住民朋友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你知道我们原住民怎么叫你们客家人吗？他说，我说怎么叫？他说我们都叫你们矮矮矮矮，因为他说我们客家人讲话都是矮，就是我啊我，所以就是他们听我们讲话都很多的主词嘛，矮矮矮，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所以他们就两个叠字就是叫哎矮矮这样。那他不是矮矮，就是我介绍一下我的吉他手，他是草人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草人。对，其实这张专辑，专辑里面吉他手并不是草人老师，只是因为就是那个吉他手可能做完这张专辑，可能就去隐居了，所以就麻烦就请那个草人老师来帮忙，就是，啊，他也很辛苦。就是找不到人才找我们，一整个这种概念，也是没有没有，并不是，就是因为他认识很久的朋友，那只是因为就是原来的吉他手他有自己的规划，所以就没有参加，就是没有加入这个演出，那所以就麻烦他真的很辛苦，就是他必须把每一首歌都听过，然后他要抓那个谱，然后他因为他希望尽量可以呈现专辑比较接近原来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比自己创作还要辛苦，就是你要去跟着人家的东西，对。对，辛苦的地方不一样。对。他辛苦的地方是他都要配合我很多，因为我很任性的。好，OK。